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，透早有警匪赛车烧肉，当时一台轿车闯红灯，远景要甲砸。这个驾驶是吹油加速度来逃走，一路为红山到前镇到小港，走30公里远，上尾也予警方前后包围，才乖乖来落车。也不过，这个规身躯拢是臭酒味的女驾驶，拒绝酒测，态度呛酒。除了防用公共危险罪以上，阁防开6张违规的罚单，加加起来，这个罚款总共是213,400块。加油！加油！警员是喊到这大声，喊枪都拿出来，要车顶的驾驶赶紧落车。你还是有公共危险罪，标了几个红灯，拦截你为什么不停？拦截不停，闯红灯有可能构成。这里后边乘客是淋到水茫茫，喊这位女驾驶嘛，规身躯酒味。一记抓酒测太多嘛，真呛手。您涉嫌公共危险罪，好啦，你受刑是得刑事加权利哦。最后这名女驾驶被上铐，带回警察局。上高速公路，上高速公路。第一个向红山，透早一台轿车撞红灯，警员是赶紧约起来要拦查，无想到这个驾驶竟然加速做一圈，还佫开起了高速公路。伊伫前镇小港这块咧遭予警察约，最后警方也是顺利将伊逮捕。开至拒绝酒测以外，闯红灯。位移方向耗资了，然后就是等共有6项哈。这名女子饮酒开车，还佫拒绝接受检查，归路予警察约30多公里，唔奈用以公共危险罪来上班，还佫开一张21,300块的红单。